同事的账号150抽就好了。来助助兴，助兴，助起来。显而易见的，没有。只要抽卡，大家都会浮现。想一下哦，上次我抽大玄机跟西利亚，好像60抽还50抽结束。没有，20抽 no 输。30抽，哇！加趴数，哎、欸，加趴数了，那应该是要小青吧？他没特别讲，他说他先去洗碗。这么精彩的时候，这么精彩的时刻，你跟我说你要洗碗。说，哎，你先抽啊，我先去洗碗。第40抽，有了啦，这个还没有，这夸张了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这几个、啊？等一下，我同事把碗摔破。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助助气哟！可惜不是我的。见到见不到，早已千千万万遍。不是我的账号，不是我的账号。四十抽结束，我先打电话问他。哎，你确定要那法海要吗？我问他一下，他在洗碗，可能不可能。Hello， 我要喝饮料。哎、欸，等一下哦，先打给他。抽到下一张绝。OK， 现在56抽哈。抽到下一张绝，第50抽。Go， 没差，歪就歪啊。应该没关系吧？他说好了。小青，这边抽快一点哦。第六，一二三四五，第60抽。没有。哎，好累哦，抽卡其实很累的哦。第70抽。没有。好，第80抽，没有，第90抽，没有，第100抽，那都 OK 哦。所以就是再抽一张绝就好了。第100抽没有。好，第100哦，加发数，第100一直抽。有了。100一直抽是谁呢？1、2、3、4、5，第5个。2、3、4，道比万物。哎、欸，又是小青。好了，没关系，就这样吧。这不是我的账号啊！会不会我的账号一只小青都没有啊？会不会呢？
110抽，两只小青，还可以啊。把它升一下。哦，好想要哦。我这条青不错啊，我当然知道啊。蛇会蜕皮，也会冬虫，但总有一日，蛇必如风暴般再来。哇，还我啦！好，现在是我的账号了，那是我的账号。各位观众朋友，给我力量吧，把你们的手举起来。把你们手举起来，我需要各位的元气。我需要各位的元气，把手借给我。手举起来了没？我就等你们。好，看我的啊，举起来了吗？你不要举错哦，不要举下面的哦，我要你举上面的手哦。你们是小蛇，来助助兴吧。哎，我有加趴数吗？解析啊！第一只就是。这游戏以理啦，以理啊，我是不是该收了手了？是不是该收手了？先不要骂脏话吧，大家都是文明人，何必骂脏话呢？检举的屁！好了，我收到下一张卷了，好不好？收到下一张卷。哎，看来大玄机势在必得了。Andy， 恭喜你！我刚刚有加趴数吗？我没仔细看，我看一下。我刚刚抽第一次十抽的时候是没有加趴数的。阿弥陀佛，好啦，我们抽到下一张局好不好？道比万物，会不会抽到保底啊？我很怕抽到保底啊。两张小青也可以啊。第八支，刚才我帮我同事抽的时候也是第八支的时候，我刚刚帮我同事抽也是第八抽，然后是小青。哎呦，这件第八抽会不会也是小青呢？我们就看，如果第八抽也是小青，就代表你以后抽到第八抽。第八个的时候也是小心的话，那各位就知道了齁。你们还没礼貌欸，什么是退定？好了，我刚刚第三次抽又抽到小心的了，小心就是第八抽也是小心啊。反正台府的运气还不错，所以十字印存的蛮多的齁。拜托，我主账号是，我主账号可是五星法海，不要了，我要留玄机了啦，我要留大玄机了，你们不要怂恿我，我绝对不可能答应你们的。蛇会蜕皮，也不冬虫。等一下哦。但总有一日，蛇必如风暴
问雨达，那个怎么按投票啊？陈迟迟，我才不要哦！光速镜除了法海以外，也很多次可以用了。今天好热哦，现在几度啊？我房间29度哦，我今天说要开冷气了。怎么用新增回应吗？不是，发表硬件调查。先问一下大家，你们要看天天甲还是潘八剑呢、啊？大师16单抽，帮你抽一只小青。好、啊，可以啊。好，我们帮观众 L O 的账号单抽会不会出奇迹？你有先抽到哪一只角色了吗？看一下哦。哦，你有抽回眼术啊？我知道风笛锁啊，我当然知道啊。乌鸦飞莫里耶，开什么玩笑？我当然知道啊，我小时候就在看的。我、是抽法海，那小青没有。法海在哪里？我知道巨石降生啊。怎么了吗？我知道都有一个特色啊。夏拉，在哪里啊？好，反正只是抽，要抽小心的，对。只有单抽太难了啦。只有单抽会中。我知道奇遇老师，你们是要把所有光头都把它举例完，是不是？太难的啦、啊！如果你有加趴数，还有机会。哦，真的太难了！好热哦，我今天好像开冷气了。才5月5号，就要开冷气了。礼拜日是不是要下大雨了、啊？好烦哦！动不动就要下雨。单抽超累的，正九抽。就想说没必要啊，省一下电费啊，呵呵。要缴房贷，还有装潢的钱，我现在很穷。还有家具、电器，那个买下去真的是几乎你的存款都快没了。我今天开冷气的哦，我还在想要不要开，好像要开一下哦。都没有嘞，三六四。没有，吼吼吼！没有，最后两抽，太难了。
我中吧，辅助性。不要难过啦，没有，好吧，我唱成这样子还不给我中一下。哎呦，你现在不要讲什么偶像主播、哦，你真的现在八钱没有用哦，没有用的，你这样讲没有用的哦。你以为你讲我很帅就可以了吗？这是不够的，因为打死不抽。好啦，好，这是我们的成果。总之我帮我同事抽是110抽，总共两只小青。那我自己的话是有计划多少？30抽，两只小青。30抽两只小青。我自己都傻眼了。好啦，就是这样。OK,OK,OK。